福州的行情每一年会比每一年淡一点，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人口越来越少，每一年大概是淡了10%到20%左右。今年会比去年高一点，因为 market 的 demand， 政府又推广蜂蜜式养殖，所以说农场会越来越少，所以猪肉价钱会比去年高。华人新年每一年都是猪手比较好卖，新年煮一个猪手会横财就手这样子。通常我们华人就喜欢吃那个花肉跟排骨，价格两者就相差不了多少，猪手的价钱会稍微低一点，如果跟去年比的话会稍微高，因为生猪都提高了嘛。我们都有我们自己本身的加工啊，他们有些不大会煮，就买一些午餐肉啊、香肠啊，还有猪肉盐这些。无论那个猪价高还是低，我们会尽量把这加工产品的价格定在大众化，都可以消费得起。